他妈打了几把冠军了，我手感来了，我操！我他妈现在简直就是一个杀戮机器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无敌对线机器，兄弟们！看看。 打不掉啊！你妈了个逼！哎，帮我控一下！哎，我操！ 这么高，他妈看不起谁呢？别动！不给我，不给我！养一养！哦，我操！ 往下路这边靠一下，沙龙可能要被动手，他们可能开雾。肯定没大了。 越起来有大，可以啊！这届队友很凶，好吧，牛逼！欢迎小鹿，欢迎 JJ。
推 A 杖不厉害，一般现在一般不推了 ，A 杖太弱了。比时间走的还快呢，弗兰我操，笑死我了！一分钟一个人头呗，就是按出来的呀，余震没有拨到我，你加外加秒按呀，我就没有站在人堆里面，我给队友保持了一个距离，就按出来了呀。我进了没？卖了，我不跟了，还打，还敢打，我不跟了。
满杀不掉，对面还有哭的。露露，我在被干，我有盾，能过来救一下我吗？可以可以，先把盾卖了呀，别等我盾时间到了就等着。盾卖完了，得有人来救呀。还是偷了我的刀，这个老婆。黑鸟买了，黑鸟买了，先走一下，先走，不急。啊 ，fuck you，fuck you！ 你看这大大死的呀！啊！把线顶往上顶，把线往上顶。
然后现在这个蓝胖应该又借机嘲讽了，你牛逼啊，你混啊，这线你混得了，这卡太厉害了。来挨个送，心态崩了，我靠，压力好大呀，啊，拉米克上当了啊！地形我操了，地形杀，兄弟们，冲推吧，冲推吧，可真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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